全民優惠速報，緊有你著數。暑假就快到啦，一家大細去邊度玩好呢？珠海橫琴海悦酒店聯合創新坊兩大主題樂園，獅門娛樂天地同埋國家地理探險家中心推出嘅兩日一夜親子套票，只需要1238人民幣，即可以享受一家三口嘅快樂時光，更加有1138嘅雙人套票，吃喝玩樂一票搞掂。再加多128，即可以享受海悦酒店大堂走廊经典双人下午茶套餐添。珠海横琴星乐道露营小镇亦都联合狮门娱乐天地打造新奇乐园度假新体验，至到7月31日之前，只需要488，即可以享受一家三口嘅双元优惠门票，又或者系311嘅亲子双元套票优惠，仲未玩过瘾？今年5月全新升级的香山湖星乐道露营驿站满足到你，无论你想体验露营文化亦或是主题 party， 这里都可以免费体验。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亦都推出暑期门票7.5折的优惠，7月3日起还会上演新版的烟花星闪幻彩 show， 每晚8点冲击力十足的视觉盛宴准时上演，夜晚黑想同一家人坐在帐篷入面看鱼群游过，只需要1350，即可以享受深海区又或者是海景区的二人海底夜宿套票，还可以同鲸鲨等等的珍奇海洋生物共眠添。